家好，这里是豆豆龙有点猛频道，然后我们今天来玩那个现代对决，它是一个画质很高的战舰游戏。然后我的选择这个是有点类似航空母舰，然后我搭配的是阿帕奇直升机，然后还有鱼雷跟那个导弹，战斧导弹，然后还有那个防空炮这样子。飞弹呢、啊？他这边用直升机。是的，哦。怎么这样赢的、哦？搞什么鬼？Maintain a heading at 093 at 15 knots.
怎样？要用船撞他？这么对自己的耐力有自信？他这个哈，我们赚到的钱啊，我们就可以来升级这个改造厂的武器啊。我们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改进啊，像那个我们的防空炮可以把它的那个哦，像防空炮的话，我们可以加它的伤害、距离跟载弹在那个载装填。像伤害的话，就是打它会打比较快，像刚刚那样子直接冲过去把它秒杀那样。啊，距离的话就是射程比较远，载装填的话就是装弹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然后像我们现在这个啊，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的防空炮。我发现它其实蛮好用的，那我们就来升级一下。然后我们把它伤害升那个够够力的时候，它距离就会比较大，比较快。这都一样，他们的三个飞弹啊，不管是防空啊、鱼雷啊，还是防空炮，这种都我都是尽量都是以先伤害为主，先用啊。耐久的话，因为它这个这艘船哦，它很容易被狙击，所以我就开始在撑那个防御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撑冲一下这个载装点，好，赢了就是要花钱把他们弄得起来，弄得 happy 一点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就是很开心啊，花钱起来就对了。啊，各位，这个我不是厨子的哦，这个是他游戏里面的免费的币，只要你肯看广告啊，哦，或者是说有赢的话都可以获得哦。我的钱好像不够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，那我们进入下一场。这个游戏真的是细致度很棒，而且在轰炸的时候一挑三。而且只要你技术够好，边走边打都是有可能的哦。All hands prepare for battle. All hands ready for battle. 然后我们往前面去搜寻敌人。这个游戏的技巧呢，就是说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时候，尽量是找那个遮蔽物。
耐力蛮高的。一定要先把它干掉。人家死了。好好好，他进去打了就有痛。好，小弟获胜了。哎呀，我被偷袭了！啊，我的 Do you 呢 ？Why do you？ 像我们这样子就是输了，我们就换下一场。这个好游戏，我觉得细致度蛮好的，就是它有那种不同的天气的情况，有晴天，然后也有海浪很大的时候，甚至还有黑暗夜战，这真的是让很多那种军事迷的时候会很开心、很想玩的一种游戏。而且这个游戏呢，最重要的是，只要你肯看广告，几乎不太需要花到钱。好，我们发现敌舰了，赏他一个导弹，再赏他一个鱼雷呢，然后我们就赶快躲起来。然后我们再一样龟缩出来，再射他一发，嘣！好，我们再躲起来。哦，他的队友来了，他的队友来了。我们这表面偷打小垃圾。哇，血好厚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先去打他队友。所以我们烧杀毁了一烧。然后这个游戏有点有趣的，就是说它是要利用那个地形做是一个闪避的动作。哦，像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敌军，我慢一点。赏他一个导弹，哦，他的血量很薄，先给这招制裁和气喝啊。哇，他想要躲起来，各位，怎么放过他呢？哇，他躲起来了，好吧。那我们去找他的队友算账，然后知道军人不是好惹的、啊。来来来，我们这时候就要类似来个夜战，刺破他的心脏，断喉泪，冲向敌人心脏。哎呦，想闪，去你的！别想躲，别想躲！你这个垃圾，爽不爽？就问你一句，射到你嗨起来！不要在那边无畏无畏啊！近距离来吃导弹，是不是？他会不会控制船啊？他跑我面前给我打、欸，他应该是个新兵。士兵，你在干嘛？士兵，你连控船都不会了，你还要玩什么 ？Help! Help! 他要大喊 Help! Holy say 啦！加列以席呀，舒服啦！来下一位，他的那个队友来了。嗯，偷偷打啊！偷偷打啊！来来来，补血啦！这小家伙哈，
没有子弹了。闪开的飞弹。我们先闪开它，闪开它了。好烦。上啊！这时候就是要开直升机啊！哦，他的防空炮，紧急闪避！快闪他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！舒服，哎，看，差一点！快快快，我的鱼雷！还不死！舒服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笑他，哼，嫩。哦，阿帕奇真的是很猛的一个飞机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嗨，帅哥，你好啊，感谢你收看。这时候我们就赢了。哇哦 ，God damn it！